你过得好吗？我很想念你。不知道上次梦见你是什么时候，在环岛快要结束的前一个晚上，我梦见了我光着脚踏在海上面，而你却坐在我的对面，依旧微笑，依旧看着我，就像是我们最后的时光。我推着你在外面晒太阳，而我们两个总是畅谈着生活，畅谈着你年轻的梦。突然你上前抱住了我，和我说声谢谢你，妈妈很爱你。醒来才发现是梦，可是梦却很真实。我擦干了眼泪，继续我的徒步旅行。不知道是因为我不管大小天的庙宇，我都停住脚步，诚心的祈祷神明，让你快点修行完成，好帮助更多因为乳癌而受苦的患者。我祈祷神明，希望我的诚心祈祷有听得见。我知道这样很傻，很没有根据的祈求，但是我知道你听得见，连我的不安，你都听得见。还记得你在医院常常对我说，虽然妈妈没办法给你们非常好的生活，也没有办法给你们太多剩下的日子，你也常常说剩下的日子想看到老姐还有我结婚，看着我们成家立业，可惜没有办法，你的身体撑不到那个时候。还记得你说你给了我们最好的礼物，是你的开朗，你的幽默，还有你的乐观。我知道我是小孩里面脑筋最不好的，你也常担心我的生活，我的健忘，我的粗线条，你也很烦恼。但是老妈，你在天上不用担心太多，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，只要记得我们很想念你就好了，知道吗？我背包里装满满的不愿意，但是在徒步环岛当中，我也慢慢的释怀，慢慢学着跟自己对话，对话到自己也释怀了起来。这是第一次过没有你的过年，我知道我会很不习惯，不习惯每年过年过节你都在旁边，总是笑得最大声，笑得最洪亮，家里每一个人都因为你的笑容而渲染到了开心，而不是只有空的位置，空的碗筷。但是我们知道
我会回来的，只是用不同方式让我们知道你还爱着我们。不管是高山还是大海，我也扎扎实实走了每一步，每一步代表着想念，想念着有一天可以瞬间转移到以前的日子。这趟旅程有辛苦，有开心，有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故事，也有和陌生人一起在街上哭泣，也有和自己说着走完这趟旅程，我会更温暖，更期许自己可以为这个社会付出。不知道，走了1000多公里，发了100多张的乳癌自我检测单子，全部也发完了。我微不足道的力量，不知道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。但我只知道，这次是为乳癌而走的，为了不要再让更多人因为这个疾病和家庭破碎。我知道这个方法很傻，但是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。你也不用担心着我太多，这些影片是献给老妈你的，让你知道我每一天每一天都很认真的过，也有很多人陪伴着我，不用担心我哦。对了，在2-3天就要过年了，我也回台北了哦。老妈，你要跟好哦，牵住我的手，不要松掉哦。我带你回家过年。我一样会做你喜欢吃的东西，我相信这趟徒步环岛你一直在我身边，我们一起回家。我的徒步环岛今天就结束了，但是你跟我的故事还在进行，所以我把眼泪交给了星星。想你的时候就看着星星，日子还是得过，我一样会前进。徒步环岛是属于我们的旅行，老妈，爱你哦。